佢生日行嘅。首先恭喜曬兩位，我嚟俾掌聲兩位先。在兩位夫婦之前，每人只屬於這兩位嘅婚姻條例係婚姻莊嘅法律上係男一女自終身以後不離婚。因此，葉太祥先生同埋高海燕小姐，你嘅婚禮雖然唔使做下宗教儀式，但係今日本人現場喺面前當眾表示對方為配偶，並且簽名為證後，將會成為夫妻。麻煩兩位，請雙方交換戒指，請新郎為新娘。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葉太祥願意娶你高海燕為我合法妻子。我請在座各位見證，我高海燕願意嫁你葉太祥為我合法妻子。最後有請新郎為新娘結婚。Thank you.